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跨越远洋的旅程目，驱赶邪魔。哦，基本上通关应该是还 OK 啦，只不过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，这个自残10%哦，所以这个旁边那两只哦，记得火转星、水转星这两只不要打哦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让它转转星哦，自残10%，所以千万不要到全体攻击。就这样一直补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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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补，哇！全体攻击！啊，吓死我！为什么刚刚全体攻击？他们是这样？哦，血量很够了，很够了，所以没问题。吓死我了嘛！就是要运用旁边那两只补血，一直替自己补回来哦。怎么都木珠啊！我正常关卡我要木珠没有给我，现在给我一大堆木珠，太可怕了吧！大补完。不不不不不不！哦，好危险啊！这只是一个关卡而已，有必要玩得这么刺激吗？哈，这是怎样？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木珠 temple 啊？太多了吧！这木珠会不会？我是双北哦，会掉呀！那木珠多到这种程度？我就怀疑这个关卡是有问题。正常关卡你要这么多木珠还不容易，真的。嘿，真的超多木珠的。我刚升华一二三就没那么多木珠。哎，那旁边那两只怎么杀？对，旁边那两只怎么杀？好，我大概知道怎么杀了，就是慢慢杀吧。所以他天降木珠是有道理的啦。嗯，哦对哦，直接打他就可以杀了哦。哎，不对啊，哎，奇怪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是刚才自残没杀死，应该是哦，应该是这个原因。我刚全体攻击打下去，他们都没扣血，现在就会扣了。应该自残那一只要杀掉才可以的，应该是的，应该我也不知道，无所谓，反正可以冲关就好了。好，王冠。当，怎么了？风化腐蚀。刚没有注意到，就转到是风化。当当，1673还 OK。尽全力打就对了。哦，危险的话，转星转属就给他开下去了。
还 OK 啦，我这只等级才70几而已，我基本上升华可以这样打，那就是可以接受了。好，如果一几快要死的话，这只也可以开，这只也是帮忙补血。落出来落得蛮漂亮，倒是真的。啊靠！能弄掉。OK， 差不多啦。送给他最后一击吧。K， 哦，好，以上是这个木油鸭好升华1234的一个示范。好，至于看到这部影片不晓得1、2、3在哪边，可以 search 一下哈。好，以上是木油鸭升华的示范，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